周董下个月18号就要结婚了，现在也说希望早点抱小孩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谢谢谢谢，加油，再过20天周董就要双喜临门，生日结婚一起来，大陆粉丝在北京记者会上提前送上祝福。忙到真的是天昏地暗的，那希望2015就不用这么忙了，2015可以好好开开心心的过生活了。忙婚礼忙发片，周董真的好忙，不只期许2015成人夫，还希望能为人父。很多歌迷朋友其实都带他们的小孩来参加我的演唱会，对啊，当然希望有一天也是可以带着小周周，是不是男孩还是女孩，其实都顺其自然了。周董说有了新身份会有更多的创作灵感，以后要写听老婆的话，听小孩的话，如果按照他的好语要生5个小孩，以1年1胎来算，至少未来5年应该都不用担心周郎财尽了吧。记者李宗芳、杨奇浩北京采访报道。